Hey,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大家又到我哋望向早晨嘅时间，录嘅时间系2020年嘅4月9号。首先呢度有我哋澳洲嘅真 B C， 你好啊，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系，仲有我哋马来西亚嘅马来人，大家好。系，同埋我加灿生嘅，大家好。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一定要点赞同埋分享。未揿订阅嘅，揿下订阅，同埋隔篱个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部三台嘥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以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聲音，望向正向嘥冷氣，做齊三寶啊。那就這個絕處逢生就一定好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是因為這個19事件搞到雞毛鴨血啊。政府香港政府咧就已經出咗招啦，即係講到明係會點樣做啦，咁樣講，咁即係一定又有讚有彈嘅，咁啊但係已經講到明係要保就業，依個係主軸，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出咗依個9000元嘅補貼，係咪？就嘅工資補貼，咁目的就係話要將依一個叫做嘅條件就係你唔准炒人，其實嘅目的就係、是哦、我哋一樣咯，係咯，我哋都最緊要其實全世界都一句3000元澳幣啊，依邊都係一樣嘅，加拿大都係一樣嘅，即係佢依度有啲類似嘅補貼，咁我另加你如果俾人炒咗魷魚，我就每人就即刻申請就有2000元，如果你係失業嘅嚇、並未攞佢而家就咁樣，即係而家咁嘅日子就係想唔好即係。叫做幫那些僱主出住工錢啦，我咁睇啦，係嘛？係出住一半工錢，咁即係等於你俾人哋嚇、斬，即係等於一個人俾人斬咗一刀，咁第一件事你係止血先啦，嚇、還是係即係總之係止血嘅啫嚇，還是補血先咧？咁梗係止咗血先至可以補血㗎啦，係咪？咁啊，當然有冇錯，其實我覺得首先佢哋就係、是叫做令到啲人唔好炒住先。咁啊，即係保住翻份工，可能嗰啲錢啊低啲啊，老實講，工錢咧比平時啲低少少，但係起碼保住份工，保住份工之後咧，就慢慢再修復經濟咯，即係用其他措施幫助啲中小企啊嗰啲慢慢修復經濟咯，只可以咁樣做，因為而家真係唔係好好喎，我尋日去即係走一走條街，都係 shopping mall 嘅話咁啊，shopping mall 嘅話啲鋪頭當然淨係開一成咁上下啦，即系我哋都讲过小店咧就冇办法噶，自己就难顶啲，所以就顶都顶住，因为有少少，即系我咁觉得，因为我都买咗啲嘢嘅，咁啊好多嘢都系半价，咁我话喂，点解你哋唔出单啊？出单嘅话咪仲大镬啊！因为而家咁样佢可以顶到少少铺租都好，好过冇。咁仲有一间比较出名嘅贵嘢嘅点心店咧。咁佢都話：，總之圍到皮，請到師傅，頂到鋪租就算數。因為而家隻門面就得一個人喺度負責收錢嘅啫，入邊可能就得一兩個師傅咁上下咁頂住呢啲。咁其實今日我睇到咧生意都幾好嘅，即係都係講嗰句啊，有啲生意人始終食飯嘅係嘛，即係超市就不斷咁請人啦，即係要上貨啊嘛，係嘛？仲有樣嘢就係都幾好生嘅，就藥鋪啦。药铺不嬲都系好生意嘅，自从19事件开始之后，系经常。我西人嗰边唔使讲，西人嗰边 shut down 晒噶啦，即系基本上 shut down 得就 shut down 噶啦，咁啊全部 work from home， 咁啊我今日又去唐人摩啦，因为要去即系身体检查睇医生啦吓，咁佢开档我咪去咯吓，趁而家 work from home 咁。即係休息一下，即係冇休息，其實係好厭悶嘅。揾啲借啲嘢出去，就成個唐人商場除咗嗰啲海味鋪、中藥鋪、醫生同埋一啲 food court 就全部閂曬。但係係啦，但係我就同啲 food court 人問起，哇，其實係小貓幾隻，佢話已經好旺噶啦。嗰陣晏晝12點。賣燒味鋪嗰度有7個人排隊，每個人隔開兩位。係喎，唐人嘅 take away， 即係你嗱鋪面可能冇咩人，但係你知唐人有樣嘢就係送餐噶嘛，
啊，雖然西人都有送餐服務，但係唐人嘅送餐發達啲噶嘛。係你旺開嘅就話啫，但係如果你唔興嘅話，你就好濕滯。但係就係唔開唔得咯。我哋呢邊都幾好喎，即係嗰啲唐人嗰啲咩買咩小龍蝦，即係比較中國化啲嘅，係中係嗰啲比較好啲咯。仲有啲就係賣嗰啲仲有就係賣嗰啲叫咩啊？除咗 take away 之外，仲有就係賣水果，水果都 OK， 送餐送係啊，因為有啲人就係同嗰啲農場直接掛鈎啦，咁樣嘅話即係會快啲啦。即係如果佢自己揸部車去攞，又唔使請人乜乜成咁。如果你有部嗰啲我哋叫 Ute， 即係嗰啲大陸叫雙排座，係咯，或者叫皮卡。呢啲咁樣有啲人就去嗰啲農場直接去攞，之後拎翻嚟賣，其實都幾好嘅，生意都很不錯啊！如果有微信啊呢啲咁嘅，即係如果你係做食品嘅，就一定 OK 啦。必需品啊，應該咁講。必需品係啦，必需品就 OK 啊。近排又見到嗰啲咩 UPS、FedEx 啦，啊，嗰啲忙到唔停得手啦。嚇，行來行去忙到唔停得手啦。係啊。咁啊，不過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好諷刺嘅，好多人係喺嗰啲咁嘅。Amazon 買完嘢之後，才發覺唔啱用，掟翻轉頭會帶咗人做退貨係嘛？梗係有啦，係好乞人憎嘅。深刻，即係我見到咁樣，大家諗下嗰個盒咁講等等，即係我有少少環保意識嘅，我就會拍台鬧，有冇搞錯？係啊，嗰啲 wrap 啊，嗰啲bubble wrap 嗰啲啊，係嘛？係啊，嘥鬼曬。咁啊，我哋講翻正題啦嚇。咁香港政府就做了好，即是香港政府的主軸是要保就業，大家是要見到的。那么有班人呢他都是冇正業的、是職業反對黨，就即是為反而反，什麼都反。喂，他都要保就業、保住自己份工作、當然是啦，他一份當然是啦，100,000年薪，自己加自己人工，月薪都沒捐過出來。啊，月薪对唔住，冇侮辱人哋啊！啊，即系我侮辱佢，好对唔住啦。月薪100,000，而家咁 Q 大镬，叫啊人哋民建联啊嗰啲都捐成300,000啦，吓咁啊政府啊停一个月薪啦，咁你嗰啲区议员都愿意即系做啲嘢啦。咁问就问题你哋啊，又话自己政治素人为香港，我为泛民点点点，咁最后有冇俾钱咧？就一个崩都冇嘅。喂，你咁讲其实好讽刺嘅。他不拿个箱出来叫你投300,000都已经很好，还叫他捐300,000。那那300,000，喂，这么快出来的吗？真的，那300,000是要来告人骂人的人用的嘛，这班人拿起个箱用的嘛，真的不是几时用的。真的这班友仔，其实真主族是保就业，但是我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捐出一個月近100,000的薪俸，其實已經過了100,000啦。工聯會就成立了1,500,000緊急失業救濟金啦，民建聯就300,000成立國愛心基金啦。你泛民有乜嘢咧？係零嘅。咁啊，而且樓啦，基金就好多啊，基金就好多嘅，但係基金就好多嘅，左係就係保自己飯碗嘅基金咧，係咧。啊，左穿又右穿咗，啊，準備到時候就選舉基金啦，嚇，揾人唱多兩場演唱會咁啊，咩啊？抗爭與表演節暗瘡。好啦，我哋講翻正，好啦，嚇，唉，有辦法㗎啦，暗瘡啊，使乜啫？告下人咪得咯。嗱，我揾你啊，我而家要告人，告人咪使咗佢落個律師度咯，嗰個律師咪捐翻落個黨度咯，係嘛？如果唔係點解要打咁多場官司啫？我投咗钱打一场官司，于是个官司费俾个律师，个律师就话：哎呀，我好中意呢个党，我捐翻俾个党，一样啫嘛。左手交右手，前手交后手。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呢个系我推测，可能系我错嘅。错嘅话，我讲声对唔住咯。呢个系合理嘅推测啫。不过好啦，或许未必不过啊嘛。黎明首歌嘛，左手交后手，前手交。前手唔系左手交右手，前手交后手呢、這个 Magic Johnson， 我都知佢哋变天好似 Magic 咁啊，交叉之下，总之有个箱，一声
话变就变啊，话变就变咁啊！但系当然都要讲啲嘢话俾人听，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系有做嘢。佢做过咩咧？咁啊，首先就系公民党嘅杨岳桥先生啦。啊，佢就话乜嘢？唔好以为啊，阿林郑啊，政府系做嘢。其实二月嗰阵我已经提出过噶啦。咁你又唔搞？建制派否决咗我哋啫，政府而家先嘅措施慢咗10%啊！咁讲。不是硬10%，是你們那時候，那時候沒有人會估到會搞成這樣，因為那時候的疫情，這個19的事件是沒有那麼大的，那時候香港是嚴密布防，雖然就有一群黃衣戶被人老點，年輕的黃衣戶被人老點停了工，兩個拜，但是在其他人眾志成城之下頂得住，沒有人會估到好像現在這樣，被那邊在外面啊又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啊、在外面浸完羊水好久没听到这个字、啊、但是、啊、自由主义好久没听到这个字、啊、各位不是经常那个什么衣物老师和、其实消息那些人都经常这样说是、啊、新自由主义者新主由煮餸煮豬油咩？之後係咯，咁啊自由主義者咁啊咁。我有自由就新自由啊，到處播毒你就眼淚流啊。係啊，啊成班人啊，我有自由啊，咁啊個個去蘭桂坊啊，劈酒唱 K 唔戴罩，咁啊搞到一件大鑊啦，大家條氣都唔順啦，係嘛？斬樹莊有冇去啊？咩啊？斬樹莊啊，蘭老蘭啊，有冇去啊？點知啊？仲有14日先知系咪？啊，唔系，仲有12日先知，边个知啊？嘿，依啲系咪？啊，唱完 K 咁啊，可能噶，拉新舞系嘛？系咯，咁啊，当时咧，佢嗱佢又话，诶、啊，你而家慢十拍啊，对失业人士嘅支援就不足啦，咁讲，嗰阵就点会估到系而家咁啊？依笔公帑咁大嘅公帑系要喺当时用喺当时嘅地方啊嘛，而家你哋又抽出嚟啦。在这里说、哎、不关他事的，不关他事的，那时候我说的，现在就听你说咯，在这里抢工又在这里抹黑你班这样的友仔，你们份工当然易做啦。我想我有个疑问先、嗯、他们连暴动都搞到这么小事他搞不到吗？其实他们没心搞而已。喂，你这么厉害就找手足出来撑你咯，是吧？你很厉害的。你本来很搭马，其实你没心搞，得个港字扮做嘢啫。你想想你们搞了成、啊、七八个月的事情，你搞到起含林都得，何况这么小事，是吧？是你们没心做之后扮做嘢，讲了一句之后、好像叫什么、阿弥陀佛、我叫了政府这做这做、你次 Q 次都这样说、啊。咪系嘛，有边次唔系噶？系咯，即系好似上次，好似琴日嗰集，我哋讲嗱，你班友仔啦，喂，特首加人工，按通胀加人工啊，点睇啊？你哋揾啲人扮反对啊？你明有27个人，22个人出席，对面就廿六个人出，咩25个人出席，你自己就22个人出席，剩翻个5个失咗踪。嗯、然之后我哋有心无力啊，咁样讲，其实冇讲嘅，你哋都唔有心无力，四海九远，系啊，咁啊系咯，咁啊佢哋而家咧就讲话，嗱，我哋系1月23日起啊，我哋曾经讲过，即时即系由呢个疫情开始啊，对被解雇嘅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每个月上限1.5万嘅失业津贴，咁样讲。就強調不應該將援助交由中援處理，這樣說、香港現行有機制是中援的，那加大個中援額加少少，如果不是就用關愛基金，一定會有辦法去幫手。有辦法的，老實說，你只要你班這樣腹肌不出來搞搞震啊，為反而反啊，最緊要是這樣啊，是啊，即使如果有店鋪，大家看看先那輪優品360開鋪，你找人扔汽油彈進去，可能人哋嬲起上嚟，沙中門又有幾廿人失業啦。咁究竟係你哋嘅錯定黑暴嘅錯？好明顯啦、啊，人哋大公司大財團啦、啊，嚇、啊！佢哋話嗰啲唔係香港人，嗰啲係先生揀人咁樣講，一世咁話人哋啦。人哋唔係人啊！人哋有交税，有做 GDP 嘅喎。如果人哋冇交税，你班人邊有10多萬啊？啊我係人上人。你係人上人，你都係收政府錢，你係收公僕錢嘅，你支持人哋去掟汽油彈啊！
我身邊曬住交咗幾億，係嘛？係咯，嗰班人冇交税㗎。你哋做議員啲薪金係納税人俾你嘅，你哋煽動一批人打另一批人，掟汽油彈就話：，你過香港人心情。係啊係係係，真係呢班真係 seven 孤陸嚟嘅，真係怪人嚟嘅。咁啊，嗱於是咧，有啲人就問佢，於是有啲人問佢啦喎，啊特首司長減薪一成，立法會議員會唔會跟隨啊？嗱，我要噶。這個問得好AV 样就话啦，公民袋一直以嚟都出钱出力，暂时对有关建议持开放态度，但系 ，however， 吓、啊，即系以前阿 Sir 教我写文，你教我写文咧，通常咧都系第一句。要立論嗰陣咧，第一句講個 positive 嘢，但係真正嗰句咧就喺 however 嗰句咧先至你想講嘅嘢，所以咧就 however 唯不希望該筆款項留給政府庫房。嚇、啊？即係話，哦，如果我減咗薪嗰啲錢留喺政府庫房喎，咁咪益咗政府？咁政府而家咪捐俾錢出去救就業救成咯？最尾都系留翻俾市民噶，最尾都留翻俾市民噶嘛。而家同埋边个？喂，仲有一件事，边个喺公权力派assign呢啲银纸啊？系政府唔通好似你咁，诶俾嚿银纸你，即系攞个咩啊？攞个猪肉车摆晒 cash 嚟俾。好妙啊！嗱，系咯，嗱后边仲有一句啊，谭文豪指。公民袋五位立法局议员本身薪酬有限，喂，要你捐钱你话有限、啊，如果要捐助社会，亦只会选择他们认为有需要的人士，或者用于购买医疗用品等。哇，明白明白。你有身材有限，大佬，你揾个人闹人，闹完人有月薪十万嘅俾我睇，你五位都五皮嘢啦，咁都五十万啦，每人捐，你哋原本系有九万八，而家11万，咁你咪捐1万出去得唔得啊？低头啦。其实我睇到就一个字，劣字啊！即系哇，好劣啊！唔好叫我捐啊，唔好啊，我哋好 L 穷噶，虽然住半山咋。唔系佢会捐噶，佢话。寧願捐俾選擇佢哋認為有需要的人士，咩人士啊？哎，律師，哎，呢個律師我熟你嘅，哎，我捐俾你。咁然之後，喂，捐翻俾我，我哋黨需要錢，咪左手交右手，前手交後手咯，咩即莊神咯，頭先我係嘛？哇，真係睇完，我係睇到即刻吐血，咁無恥都得嘅你，你哋薪酬有限。咁嘅嘢你都讲得出嘅你，薪酬有限，但系相对于嗰啲基层都食唔到喎。真系薪酬有限，而家唔系开工不足啊，而家直头冇工开啊，冇工开，你要同我讲你薪酬有限，哇，你真系威水啊！呢班系人渣嚟，咪讲笑。你嘅航空公司嗰啲前旧同事啦，可以话系啊，旧同事啊，啊，我哋放紧冇薪假，话你薪酬有限，听到真系。真系要心要肺啊！唉，真系要心要肺，一架飞机撞来撞死你，哎哟，揸架即刻揸架747撞落去你嗰度，真系你个死人头啊！咁啊，社福界嘅邵家臻就俾人问啦，就话政府后资就国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50%工资津贴嘅报资，喺唔同国家地同埋地区早已有类似措施，但系港府喺疫情爆发之后2个月先出行，喂。呢單嘢係我哋近排加拿大先出嘅啫噃，嚇、啊、佢疫情爆發嘅前期係控制到，咪唔出字咯，頂緊頂住先咯。真正嘅爆發就係喺 March Break， 大家所講嘅，我係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大家痛心傷心眼淚流嗰陣嚟噶嘛，先至開始，係呢半個月先開始噶嘛。是你哋所支持嘅讀個洋書啊，高人一等嘅莘莘學子，對未來充滿希望嘅莘莘學子，嗰班友仔翻到嚟之後先發生嘅真正爆發係，真係俾佢吹漲啊！即係然之後就話
哎呀，對於自雇人士的資助就值得肯定，但是擔心一次過贊助的力度較一般僱員輕，那啊咁咪俾咯，佢唔夠咪下輪又俾佢咯，一波波俾咯，真係吹漲啊！又話忽略咗無家者個防疫抗疫需要，因為公共設施暫停開放，佢哋被逼流連街上啊！政府咁而家全世界都咁噶啦，咁咪我覺得政府都會咩嘅？係啊，佢哋黐線到話，政府應該協助無家者暫時入住酒店。我去，酒店住入佢間好唔好啊？咩级数酒店？到时到后你又嘈吓，真系。唔同 size 佢都嘈喎，呢啲咁嘅腹肌。即系其实佢哋要揾嘢嘈啦吓。住入佢间屋仲好啊，扩建成酒店，个花园全部搭晒帐篷。嗱，你班人个个咁有钱啊，住半山吓、啊。如果独立屋嗰啲请余大壮啊咩吓、啊，开放晒个样，唔使多啊，将个天台开放咗，即系泳池抽干佢，摆晒帐篷入去，得唔得？系咯，好啦，做到民主党啦，哎呀，佢话第二轮计划涵盖16个界别，但系都唔系全部涵盖晒啊，当局应该尽可能包括各种行业得唔得？大佬，仲想点啊？何为各种行业啊？咁不如你哋讲啦，尽可能有咩桥啦？即系包晒700,000人咧，好唔好啊？包晒700,000，然之后好似又派钱咗啊，系嘛？系咯，已经俾咗啦，包含晒啦，每人10,000嘛，过嚟申请咯，已经包含咗噶啦，喺度鱼目混珠，真系有啲人好多钱噶嘛，有啲人冇钱噶嘛，真系嗱，黄碧云就话主动就话，喂，可唔可以叫雇主唔减薪啊？咁呢啲嘢啊，咁嘅嘢。冇生意，生意差，咁好难噶。大家要共度时间噶啦，系嘛？咁我当然佢啊，我知点解，我知执噶。我知点解啊？你哋班咁嘅契弟都唔肯减薪，梗系唔想人哋减薪啦。如果所有人减薪，见到你哋唔减薪，咪更加嬲你哋咯。但系人哋唔减薪嗰间公司支持唔住系执噶，咁咪仲衰。系啊，所以佢哋咪打死都唔减薪咯。佢哋而家有主动叫减薪咩？你睇下杨岳桥咁讲。阿谭文豪点讲？我哋薪酬有限嘅，真系哇！睇见我呕血啦，真系嬲到我爆肠。所以都系嗰句啊，呢啲咁嘅呢班咁嘅泛民议员，表面而家要清醒啊，记住要将谭文豪嗰句说话啊传扬开去啊，大家可以去啊话俾大家听啊，谭文豪话。啊！我哋薪酬有限啊！啊，唔捐得嘅，大家共度時間啊！依班人根本把口就仁義道德，睬你都生廢，睬你都生臭狐嗰只。把口仁義道德，你講叫佢捐錢時候當你廢噏，或者咁嘅人。係啊，係啊，係啊，真係痛，真係嬲。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即係話俾自己嗰啲。親戚朋友聽個譚文豪講啲咁嘢，如果唔信，大家自己去揾下。呢班六街幾咁不堪係嘛？係啊，所以令到嗰班人睇清楚咩人要投，咩嘢人唔投。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啊投一啲肯至少肯減薪、肯同大家共度時間嘅議員，而唔係呢啲大大聲叫佢減薪咯。我哋薪酬有限嘅腹肌啊！好，咁时间也差唔多啦嘛。系啊系啊，多谢大家，拜拜，拜拜。